近年，越来越多的明星以信众的姿态出现，信佛也成为了一件很有范儿的事。去年年底，笃信佛教的乐坛天后王菲相约好友赵薇等十多人前往印度朝圣，朝圣之旅令王菲受益颇多，获得了娱乐圈明星少有的平静，专心在家修佛写经书。近日，王菲在微博上载了一本经书的封面照，题为《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》，封面还写上王菲经书字样，准备与信众分享学佛心得。他留言说，等印出来跟大家结缘，阿弥陀佛。看来这本经书是阿飞亲手抄录的，该佛经是讲述五种罪行，包括杀父、杀母、杀胎等。阿飞似乎想透过佛经来消除社会上的孽障，微博一经发出就引来6000余次转发，天后魅力不减当年，其优雅的字体也获得网友大赞，飞姐的字写得跟古画一样，并表示等经书印出来一定会捧场。